帮不了了，这把打不了五，打不了卡尔玛。炮石都不补了，那你这贪巧便宜吃大亏呀、啊！你这。집중하세요더블킬哎，被折磨无所谓，但主要队友还是劣势，那就有所谓。队友不能劣势，队友劣势，那我被折磨，我很急的。那可以十五点了，那确实没必要玩下去了。라스리안온디평화가함께하시길这迷信他妈的玩啥呢迷信真觉得你一个辅助能打上单这把确实可以十五点，被这玩意折磨很难受的。我不知道 Q 进多少能量，他刚才有四十多能量，他的 Q 进多少能量不知道，万一他 Q CD 好了，我死了我就没了，所以说不敢赌。主要没玩过的英雄 ，Q 男号不知道。저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가엔나키리비날카로운검에날카로운정신집중하세요我不想去了，什么？我不想去了。傻逼！队友能不能给点力啊？我都已经单杀两波了，队友，队友说话呀，队友。我操，单杀飞可，他能成就了呀，单杀飞可。我也想单杀飞可呀，
要不我跟他换布线吧，呵呵，算了，脸都不要了，为了牛酿脸都不要了。我单杀不了飞客呀，不同路呀，我只能单杀宙斯啊、King 啊、惹赛呀、啊、这些上单，单杀不了飞客。单杀不代表比他强，单杀很正常。谁队友失误了，失误了就要被剪辑，也很正常。毕竟我跟你咖位不同，我把你剪辑了，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确实也只能这样。我这个都晕不住的，假不假？英雄还是很容易被抓的。卡尔玛怎么也没以前肉了？哦，还没带不灭之墨呀。不灭之墨都不带，你玩什么老妇女？好样的，那我的对线还是难受的。走了算了吧，这个线也护不了了，实在是打不赢了，没办法。直接啊，这玩意涨价了吗？我怎么也是1000块钱涨价了。哎，这玩意不是1000块钱吗？什么时候涨价的呀？太久没玩游戏了吗？是我问题，他也没有加强吧？加强过吗？这装备？没印象。我操！直接爆头！真给力啊！叫声刚哥，这把我盯着飞可杀一次啊！看你们这 LP 的观众，这飞可也是恨之入骨了，又恨又敬畏，是吧？叫声刚哥，这把我帮你们报仇啊！1500啊，贵呀！我可不是 LP 啊，观众啊，我的世界赛观众啊，我虽然也不看 LCK， 但我也不看 LPL 呀，我的世界赛观众不一样好吧？内战我从来不爱看，我只爱看乱战外战，不爱看内战。집중하세요번개처럼급소를찌르지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这都不用我的呀，中单已经把他爆了。
这 LP 要没有物资我看鸡毛呀、啊、我 LP 要比赛只看过物资，其他比赛都没看的。哎呀，这老东西，没办法，再忍一忍吧。等我出完挺进以后，就不用忍了。날카로운검에날카로운라스리안온비흔들리지마라这没串吧，我确实不爱看比赛，但是物资复出以后每一场我都有看，我不爱看比赛。不是你他妈杀完了我来干嘛？哇，这人这么狠！飞哥，就是你让我们夺不了冠是吧？飞哥，好，跟飞哥一换一了，这个可以杀吗？把这个杀的应该好一点，这个有点摸不到呀，有点着急。这什么操作？冲击波，完了！这个吃了王力强的锅，你的这滑板鞋还能跳了，还厉害了，玩不了啊！我要把他滑板鞋宰，但还有涅拉塔我宰不掉的，拿黏住可以吗？来了灯笼，捡不到，捡到没用。这他妈的涅拉塔有点烦，把我推开了。这应该要怎么玩呢？正好走位，不了。怎么玩？队友有点，哎呦，有点难搞。这边的下路太给力了，这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不让玩呀，上单，上单对面的下路一直不让我玩。太可恶了。滑板鞋好强，好强啊！滑板鞋，带我线线，打不过。减速3秒钟40%，够我大命中就行。
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没办法, 太难挡。 감히 누굴 쳐. 차군 전설적입니다. 这怎么打得了这个卡林西亚，这玩意太恐怖了。只能翻越，什么都得给。这个人打团完全不是个名字的选择，一点用没有的。 完全不明智，真不是个那样子的，打不了的。被卡林斯一两下就老实了。 等等杰斯上一起来一直跟他破个才行，没有胜算，别是不想有个屁事。好多特效呀，这波大龙也没刷新呢，手感有点僵硬，我感觉操作有点别扭。 날카로운 검에 날카로운 정신. 빨리 좋아. 정확하고 우아하게. 제압되었습니다. 나완. 队友要崩了，这样子玩我只能偷家了。为什么有个盲僧啊？好假！没有吸血，不敢惹他。 应该没问题。杀个飞可算了，实在是打不起来，这波没什么办法，太没战斗力了，摸不到人。
적 더블킬. 这肯定是他 A 我两下就没了，我怎么一人？搞不懂现在怎么养这么大个敌。轮魂了呀，咋办呢？玩的咋这么难受呢？这游戏打不了的，滑板鞋这个强度完全玩不了。有个恋爱卡在，他就是个爹。算了吧，分带吧，这个。不得拆吗？这个。평화가함께하시길拆了吧，拆好了。拆要结束游戏了，队友配合一下我呀，四一破克呀，四一怎么赢啊？这个，这逼玩意儿他就不让我玩游戏了，烦死人了，像个闹场，没法玩。평화가함께하시길拼卡位啊，四一分推啊，四一啊，怎么打团啊？我倒是想打团，问题是你们的强度也不配打团，我是真的害怕呀，我去，让我多偷几个吧，牛一下牛一下。孬啊！这卡玛还能现在动金线呢？정확하고우아하게没人打得过我呀，只要守好家就行，主要实在没得打，但凡有的打我都不可能敢回家，差距太大了。yes 交给我，把赢的机会交给我好吗？团长为啥打脑子？我没打他的主，我拆不动了呀。现在崩了，为什么？哎，那我好像要发力了。飞哥守家呀，飞哥我拿你办法呀，飞哥。掉呀！尴尬的，哎呦啊，这都给我拆赢了。